南无阿弥陀佛，净土宗宗徽。净土宗之宗旨，以四句偈语显明如下：信受弥陀教导，尊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，广度十方众生。此宗徽以莲花及地球所构成，显示莲花开满地球，即是莲佛法门横遍世界。地球是五种恶世，是三毒炽盛之众生流转投生之世界，而此宗徽之地球六条线，则是象征六道之轮回。若念佛者，当知此人即是人中奔陀梨花。又说明念佛人之果益而言，当作道场生诸佛家。奔陀梨花是千叶百年世间罕有，五种恶世三毒炽盛之凡夫，若能尊称弥陀佛名者，现世为人中妙好人，命中必生弥陀净土，脱出六道轮回，当作道场成佛，广度十方众生。故念佛众生甚为殊胜稀有，世尊以奔陀梨花譬如之。善导大师亦赞叹念佛人为之妙好人、稀有人、最圣人。另外《维摩诘经》二，火中生莲花，是可为稀有，在欲而念佛，稀有亦如是。原文是：在欲而行善，而念佛即是无上心妙善，故直言在欲而念佛，显示不断烦恼得念佛分。如坛联大师《往生论》注言：有凡夫人烦恼成就，益得生彼净土，三界系业，毕竟不牵，则是不断烦恼得念佛分，焉可思议。此身虽在娑婆，已非娑婆久客，未生极乐，已是极乐嘉宾，可谓火中生莲。十方众生不论是谁，只要念佛，弥陀净土便现其莲花，可谓念佛生莲。故法照大师言：此界一人念佛名，西方便有一莲生，但使一生常不退，此花还到此间形。此界即是娑婆世界五种恶世，亦即此地球。此地球之人但能念佛，弥陀净土即生莲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佛与圣众持此莲花前来迎接，往生弥陀净土。维摩诘经亦言：高原陆地不生莲花，卑湿淤泥乃生此花。此地球之众生大多是罪恶生死凡夫，业障深重，烦恼炽盛。
又如卑湿淤泥，无有出离之缘。但只要信受弥陀救度，尊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，即净土之莲花，将开在卑湿淤泥之五种恶世的念佛众生之心中。此莲花亦是弥陀正觉之花。天亲菩萨往生论言：如来正花种，正觉花化生，亦即往生弥陀净土之清净莲花种，都是弥陀正觉莲花所化生之菩萨。此花即是弥陀正觉之花，又是念佛所生之花，则阿弥陀佛与念佛众生是机化一体，不相舍离。故念佛人步步踏着正觉莲花，时时蒙受弥陀光照。又机是念佛、净土、莲花皆相同，即是同一念佛无别道，同一净土无别土，同一莲花无别花，则念佛人同是净土眷属，又与兄弟同品父母气血所生，可谓本皆念佛人，本皆同根生，理以互相有爱，情同手足。故往生论注言：同一念佛无别道，远通法界皆兄弟。此莲花地球之中辉，亦是譬如极乐世界，亦即莲花世界。因为极乐世界即是莲花藏世界之故。由莲花地球之中辉，亦为将莲花遍播世界各地，亦即将此弥陀本源之救度的莲佛法门弘扬遍及世界各个角落，愿弥陀之名声超宇宙十方界，使念佛之人遍及地球五大洲，令五种恶世充满念佛人，转五族为恶世界，为莲花净土世界。古德言：得生西方去，莲花朵朵开，花开无数叶，叶叶见如来。又言：愿将东土三千界，遍种西方九品莲。无量寿经言：我自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，究竟有不闻，誓不成正觉。庄严经言：我若成正觉，立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色圆满，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。无量寿经言：其佛本愿力，闻名欲往生，皆悉到彼国，自知不退转。往生论言：观佛本愿力，如无空过者，能令速满足，功德大宝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